战争代价，有许多刚夺士兵仍被穷尽者，好，帮助巴拉诺去救他们。OK， 救好救满。Baronel, one of our scouts reported prisoners here. In far too many. 两个方向夹击到中央汇合。Let's take a flank and meet in the middle. I'll be there. Baronel, be careful. Be careful. 小心点。那兽人在狂笑。四个刚夺士兵，有没有什么同步任务？欸，没有欸。Please， 哎，点一下技能啊，我们有三点，也太多了吧？我们就随便学一学好了。好，反正迟早都要学满的东西嘛，对不对？啊，近距离触发。哦，先学这个。步区啊，获得更多加成。好，都学好了。直接一个炸，死吧！我以为啊，死吧！我以为，我以为，凶残，看什么东西？解决你！我在割哪里啊？我到底在割哪里啊，大哥？试问一下，我在割哪里啊？嫩，吓跑是不是？给我，最好是给我跑哦！达尔救你！哎，干什么东西？啊，直接变成碎片了！啊，我们赶快离开这里！你不明白？啊，是啊，我们必须救完你们，我们才可以离开这里啊！尿尿嘞！让你一辈子后悔在这边尿尿。是吧？怎么有人突然着火啊？这边的兽人真的是巴西到有剩欸。我家，哇，那刚夺士兵根本是抗火专家啊，根本没在怕火的欸，超强，没在怕火的啊。快，全部把他救完！有救完，救完了，出来了。哇，巴拉诺！我有这么多兄弟都死在他手里。不，巴拉诺！他居然被抓！暴病身亡，怕毒，这家伙怕毒啊！残忍畏惧。谁啊？伏击！哇哇哇哇 ！Captain Friend's gone, so don't worry, you'll all be reunited wherever it is the dead men go. 我被突袭了。Booth， 布斯，他畏惧什么？处决畏惧狂兽，什么都畏惧。那我把狂兽叫出来就好了。第二只狂兽。哦，怎么被打那么多下？会怕是不是？害怕了吧？攻击你，打到死为止，还会叫晕到死，有没有？靠边，被射下来了。不要，我直接把他砍死。处决你！哎，我没有能力处决啊，算了，直接把他打死好了。
这太嫩了，下一只就是你了。行呢，跑去哪里了？啊，没有精灵剑士。射射射射射！处决。啊，光之进化结束。落。前往哦，格什么？格洛斯，格洛斯，哈哈，超难念的。好，巴拉诺呢被强兽人抓走了，但他并没有屈服。我们要和伊追尔呢合作去拯救他。来来来，死了这么多人，拯救刚夺士兵啊！另外额外的要再救另外九位啊。没关系，我们慢慢救，这个没有时间限制啊，没有时间限制，相对就方便多了。怎么会在笑啊？吵死了！那个谁在笑啊？啊啊啊啊啊啊！有那么好笑吗？下一位啊，我们没有能量，下一位了。就直接拉去了，这还好。干什么东西？通通拿去做基金。你在干什么？这里啊，去死吧！还来啊？哇，只有就一位而已，我们还有几位啊？他在那边，那边有个队长，其他的钢铎士兵要去哪里救啊？刚刚标了金汤号，现在通通都不见了、欸。看这地图不准，要看小地图，该不会是那个白色的吧？哦，看到了，在那里，白色是钢铎士兵啊。哦，这边好多哦！精灵狂怒！洗呢？我超强！哎，别闹了，大哥！慢慢来。一个都不少，一个都不少。哦，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都有。哎，太好了。靠杯啊，一直来，走开啦。顶成这个样子也蛮猛的。哇，我们这边没有老鼠哎、欸，不能回血了。Thank you, bitch.就好就满哦，即使我快死了。我们现在几个？四个，我们还有五个。We must leave. 哇，这完全不怕我哎、欸！我要被烧死，烧得好啊！好，那个蓝色的我们可以先略过。哎、欸，不对，那边还有个白色的，我就最后再过去吧。地图还有很多人没救呢。
哇，我们有四个人，另外四个在哪里啊？该不会在洞窟里面吧？我觉得这比较麻烦，就是救人质。哎、欸，我不想离开，等一下离开就尴尬了，要重解，哭给你看啊！还有四个人质在哪里啊？支线还颇麻烦的。哦，好多、哦、好多人质啊、哦！可以可以可以，可是要先对上这个队长。那边最上面的白色先来一发好了。没有啊，突袭！冠军。How many of these poor sods you save? Your time is over. All you humans, we're going to teach you that lesson. One corpse at a time. Zugor. 我会怕食尸鬼哦。Stand, man of the west. 击败队长们。不会有诶，下去吧，结束。我先去救人质好了，我怕人家人质来不及救啊。先救人质再说。不对啊，这样子我们还差很多个嘞。我靠，我靠，怎么那么痛啊？差一个。其他人质去哪了？我第一次为了救人质感到厌烦，感到觉得很麻烦。好吧，其他人质去哪里了？其他的人质呢？正在睡觉，这个，把你的血给我。我要怎么吸他们的血啊？第三次吗？也不是啊。哎呀，烦死了！那边有个黄点，该不会是我们要救的人质吧？不是啊，那个黄点是我们的任务。你们就慢慢跟他斗吧，我要找人质啊！感觉他们打不死的啦，趁现在救一个，不是你啦，走开啦！你们加油，你们加油！好，又救一个了，最后两个在哪里？大大，最后两个人质欸，我看到了啦！而且还三个哎、欸，这样根本就救超过啊！升七七，哎、欸，怎么没有爆发、啊？怎么没有爆炸嘞？去死吧！好，可以了。我、哦、靠，还来啊！他们哪时候出来的？快点挂一挂好不好？别来闹我了！我赶快把这两个东西救一救啊！再一个，再一个。好，有了，成功了。好，这个顺便，这个顺便。好，棒，可以打王了。哎、欸，我们的那个伊追尔快死掉了、啊，他死我们就死定了、啊。我来帮忙了。
你的千万别死啊！处决，被挡下来了。哎，伊追尔别死啊！这交给我就好了，伊追尔，不用你效劳了，不用你超凡了，伊追尔，你去旁边休息啊。G， 等一下，他不会又重振雄风？哇，我居然没注意到他这个技能。卷土重来，这个麻烦，要重打。盖好了一追要死了，揍死你！呼呼，崩溃了啊！去吧！啊，打两条命呢，这麻烦。哦，终于啊，嘿嘿嘿，结束这场闹剧。兽人挂了。You're injured. 你受伤了。哦，都被救回来了。你救了我们。Again. Again.You're right. Staying in Mordor is certain doom. 留在摩多绝对不会有好下场。But I cannot leave. My lady, we will be doomed together. 啊，好不容易被救了，又继续要往死里撑，就对了。卡南的克星啊，塔哥洛斯在这个从这个葛格洛斯的这个深渊中爬上来了，不能让他前往地面。哇靠，这只好帅哦！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们现在开始卡南任务哦，我们的刚夺任务基本上已经先结束了，接下来是卡南那边的任务了。哇，感觉要来一场什么终极 BOSS 大战那种感觉。Tagalos! To the shadows! Rise and join our glory! Rise and join the shadows army! Come to us! 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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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What do they unearth? They are summoning death. 召唤死亡。But it will be death for all. 我们要怎么做？新目标：佐格永恒者，击败十位世尊。直接把他们打败就好了、啊。哦，他这次没有支线，太好了。那我就可以大杀特杀了。哦，他们在召唤仪式，在高塔上就方便多啦、啊，对不对？一个废一个啦，那边，嘿嘿，杀好杀满，还有六个，哦，都在下面。一个啊，飞错了，飞到他身上了。可恶 ！What an honor to meet the most famous dead man in Mordor. You really shook the world with that ring forging trick of yours. After that, Targaroth only needed a little coaxing. 塔格洛斯到底是谁 ？It rises to the surface, and it comes.For you, for you, Zong. 易燃，哎呦，这个很好打哦，燃烧畏惧哦。他在这个区域居然燃烧畏惧，啊不，燃烧畏惧。我在讲什么？基本上这个炸一下，这个再炸一下，啊、哦，他应该怕到了吧？
怕到的是把火焰剑处决你，第二次处决。It doesn't end here. I will wake all the dead of Mordor before we're done. All the lives wounded. And once they're risen, who do you think they'll come for? 还要逃走了。Oh yes, we'll meet again. 我看你要怎么逃。哎，消失了。我，我，我们去捡一下箭矢。他真的逃走了，丢烟雾弹。来了，炎魔复活了。Will not give it the chance. 不能给他这个机会，炎魔！哦，跳下去了。塔格洛斯难道是炎魔？炎魔咖啡，好喝。哇，还有这么多人在召唤呢、嘎固！哇塞！从睡梦中苏醒了，愚蠢，没有人能够驯服炎魔的，只有我男主角可以。Oh my god！ 召唤出来找死的，他把他苏醒了、好像好像暗黑破坏神啊！哇，拿长鞭呢、你把我吵醒了，必须死！没有卡南的幽灵，哦，卡南前来支援了。哦，又不是我叫醒的，是他们叫醒的，好不好？关我屁事啊！哇，来打了！哇，我们有卡南的素金。Oh my god！ 哇，整个落掉。哇，现在我要怎么做？我们必须攻击他的背部，他的弱点。哇哇哇哇哇！避免被掉落的东西击中，哎、我被击中了，哇哩咧，支线要重解了，可恶，我不会再被击中的，我不会再被击中的，面向我，面向我，避免被掉落的岩石击中，哇，他们现在在互敲。我靠，好危险哦！这太危险了吧？这作弊啊！我现在只能攻击他的背部了，对不对？他弱点是背部啊，那就有机可乘攻击他。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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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哇！哎，不对啊！他这个红色的这个地板这个落石给的实在是太多了点吧，蓄力一次背后攻击，必须要让他转位，有有有有，再一次，还要协助他们啊，熊抱啊，我知道不被击中有点难。哇，这不妙不妙，没打到啊！大大比亚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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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太窄了啦，这个空间。根本打不到，好不好？这个背部给的也太窄了，空间窄就算了。Holy shit！
Oh my god！ 跑走了，骑乘卡南。上！哇，这好帅哦！哦，我们已经成功过那个地方了，太好了。最后这里都没差了。跑去哪里了？上上上上上！还哪边？还这里？该是单挑的时间了。两只巨兽互敲，敲死你！回去吧，恶魔！你呢？靠腰 bug， 他说靠腰有 bug， 醒呢，下去吧，沉睡吧，不要再醒来了。完了，好像两个壮汉在打摔跤、哦。WWE，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被反制了！他拿出那什么？哇哦，又是那个好神鞭，人家是好神偷啊，是好神鞭啊。抵制，揍你，揍你！尝尝这个滋味如何？体内好狂暴了，把他推下去。哦，他喷了什么东西？开枪哦，射左边。继续继续，没见死了，完了，把他胸膛给露出来啊！可恶可恶可恶！我们见识不够，这边这边，解决了。哇、wow, ，又跑掉了。这炎魔怎么这么耐打、啊？好耐打、啊、炎魔。来了来了。哇！被抓起来了！哇！头被拔掉了！撑住啊！哇！挂了！我们的卡兰挂掉了！哇！这样剩下我一个人对抗炎魔大哥，炎魔大哥大。哦，变成飞龙了。啊，换我们要骑雏龙了吗？啊，结束了、哦，哎、欸，还没。他实在不可小看。The spirit of Kanan has witnessed Middle-earth's devastation and its revival many times over. She was here before any of us, and she will be here long after we have perished. 卡南是万物之灵。结束了，还要继续追吗？冷艳，好，不知不觉我们就追到这边来了。塔可洛斯在魔多大肆肆虐啊，哦，大陆肆虐，毁灭他所有的一切，将这个炎魔送回深渊。哇，这炎魔真的是还蛮强的，打到这边来。Tal'Goroth fouls earth and sky, plows a path of flame. H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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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te. 追踪。Tal'Goroth will not be difficult to find. 要找到他不难，一堆火焰就知道了，是吧 ？He must be buried. He must be returned to the depths. 哇，全部都有他的踪迹啊！那地上这个脚印也是火焰脚，他已经回到陆地上了，回到陆地上了，又开始肆虐了。
错边了，这边。他会逃离魔多，烧尽你的土地。这些白痴的半兽人那边乱召唤，召唤到自己也控制不了，根本都是低智商啊，超级低智商，好不好？这也是等于毁了他们自己啊，对不对？然后现在又要靠我召唤出来自己的人，或居然要靠敌方敌人的阵营来解决，这是八七道有胜，又折返了啊！原来在后面。哦，我在弄我自己吗？啊，来追我！啊！插死你！插死你！我得插死你嘞！没中啊！死掉来吧！哦，有砸到吗？我死掉了！这到底怎么打？看，看到你这女人的脸就不开心。不是啊，啊重点是要把冰锥直接插在她身上，是不是？再看一下提示好了。击中钟乳石攻击她。哦，原来是这样哦。这炎魔超硬的，哇，越来越快，哇，来不及，啊，来不及啊，跑太快了，呜、哦，被打飞了，有，这次有，拉减速啊，哇，太慢了，都射就对了，射好射满，不要让他追上。没有见识啊！快点给我点见识啊！哎，没有见识啦！哎呦，还有还好，逃这边来了！呼呼呼！不要！啊！痛痛的！哦，他竟然站在这冰上面，危险哦！他要塌下去了。该不会我要一个人自身对抗他吧？跟我跑圈圈吗？哦呦呀！跑圈圈游戏，没用没用啊！痛啊！炎魔大哥，我要死了！翻滚流！哎呀呀呀呀！起不了作用，要绕他背面怎么绕啊，大大？他干嘛？这太扯了啊！卡南出现了。对，啊，卡南支援，哇，我居然是冰欸，冰属性欸，比如哦，用冰霜喷发命中炎魔，这也要有那能量才行啊。左 shift， 左 shift。哦，突袭他，把他压水里。哇，他超不舒服的啊！还在飞，还在飞。左一发，两发。啊，没击中刚刚。两发。三发，耶，大成功，赞！
喷不死哎、欸，为什么喷不死？靠近他处决。哎呦喂啊！哎呦喂，根本不会操控。我撑得住，我撑得住。Hold down。下降。我已经很下面了。哎，为什么对他没有造成伤害啊 ？Shift 吗？有，再压一次。我觉得可能要压个两三次左右吧。他该不会逃跑了吧？哇！不要来这么多发嘛！有了，再一次。哇，没压到！哇，被拉到了 ！Oh my god， 要继续，把你拖到水里啊！研磨超硬的，喷发！哇，还不死！还不死，还在讲什么什么鬼语言啊？有了，最后一集，要你命三千。喂，死吧！啊，他要熄灭了。哇，炎魔真的挂了，再也不会醒来了吧？然后被冰在里面了。我有不死者，方能击败不死者。打完了，走了，回去吃鸡，回去吃好吃的炸鸡。哦，没有啦，乱讲的。风中恶习。为了消灭这个塔可洛斯，塔哥洛斯卡南牺牲了自己，但佐格还活着。微风吹来阵阵可怕的腐臭味道啊！会返回卡南森林调查气味的来源。卡南没挂吧？他说牺牲自己，卡南没死吧？他只是跟他一起掉到冰河里，不是吗？我觉得卡南应该没那么容易就挂了。You have sacrificed much. 对啊，卡南在这里啊，牺牲太多了。哇，他的力量在消退中。Buried was Targorath by Karnan in Doom's shadow. Aghast, my forest destroyed. My roots scattered. Now again, fire is buried. 太快不行了，看得出来。And from decay, 死而复燃。Come.The circle is unbroken. 轮回无法被打破。It was an Uruk in Gorgoroth. 有一名强兽人。Zog. Zog. Zog. Chainer of Targorath. 死亡的接生者。所以说，只要他还在，塔格洛斯就会再复活。A necromancer. 死灵法师。He is near. 我闻到了。Stains air with orc. 半兽人的魔法臭味。你可以闻到明天的乐透几号吗？好，我想要中大奖，拜托了。Baseborn beset.Beset by death, they come for you.
By my oath, we will find him. And honor your sacrifice. Fetter the fowl, or return them to dust. Defiled is the land. Cursed. 受到诅咒。我觉得他是受到重伤啊，所以说现在也没办法帮我们了，啊，要我们自己想办法。他对上这个炎魔就已经是够力了，好，没办法再帮我们了。找到臭味的来源，走这里啦，跟着臭味走。是谁大便没有擦屁股啊？味道这么重。他是重生者哦，哇，他那个眼睛，哎，而且力量比以前强很多哎。他是受过那个死灵法师的洗礼，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哇，那种死者苏醒，防御力跟伤害量速度都提升了，厉害厉害。你看看，差很多有没有？不过还行啊，还行还行，没有强到哪去啊，我还 OK 的。There, we must purify the necromancer totems. 哇，那边好多。Only then can we end the ritual. 结束仪式。We must purge this blight.净化这些病毒，把它打掉，打不掉，先杀了你再说。按住净化图腾，他不让我按啊！哇哇哇哇哇！嗨，又见面啦！You're the inspiration for all this. What better army to defeat a dead man than a legion of undead orcs? Zog. 毅然又是很怕烧的。你以为只有你有吗？这叫净空，没那么好打哦。不要再，不要再！我一直被他射啊！该死的！跑去哪里了？他还在那边。哇！抓到我，处决你！这次得死了吧你？又消失了。他就向我丢诅咒啊！哎呦喂！消失嘞，很会闪哦。永远的净空，魔花刀，摄影的脚。哇，又要躺了，这次很强。啊靠北，我忘记我没有按到。略过，好，屁话太多，我们直接从头开始。按太快啦。旁边都死光了，好好笑哦。这个也顺便弄死一下好了。攻击。被打晕，先上再说。你干什么东西？处决！哇，又在召唤了！我也要召唤我的士兵来。
再召唤我的狂兽，帮忙帮忙，快点！林北先进化，不给进化、欸，真的是。看来必须把他打，必须打爆他才行了。还想跑？怎样 ？You're fighting us, Ranger. You're fighting the future. The dead will take Mordor for themselves, and not even you can stop us. Oh, there's more. 怎样？他要跑了吗？又得跑了，这家伙果然消失了。哎，一直复活就饱了、啊。不行，我现在必须把这个图腾给结束掉。好，解决了，结束了，哦，难打死了。魔狗师的射手，哦，佐格的这个信徒现在正在试着复活这些古代的半兽人组织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要阻止这个仪式，哦，要跟卡南联手就对了，哦，我们不能让卡南使用，不是，不能让佐格使用他们的死灵法师仪式，啊，不然太强了。哇、哦！居然要这样飞啊！击败40个魔狗狮射手，好难练啊！我最不喜欢就是骑龙了，因为很难操作，超级难。40位，好多、哦。We must destroy their totems before more of them rise. 没差啦，反正没有时间限制，慢慢打。没有时间限制嘛。慢慢来。抓掉你。吞食，吃一吃可以补血，好用。我丢，一整个冰属性呢。还好，这个就是没有时间限制，就可以慢慢的玩，不用这么的累啊。快没血就把他抓起来补就好了。几只啊？威力极强，效果群拔，还差8个。这边还有，喷得到吗？这样，好、哦、有了，喷到勉勉强强啊。这还要下来才可以进化、啊，我们来找剩下的3位啊！来补血时间，还差2只是吧？另外2只在哪里？那边1只，我喷，哎，被闪过了，不甘心。哎、欸，他还是死了、啊。他、啊、怎么没看到？剩下最后一只在哪里？
哎、欸，我卡住了。哎、欸、啊，最后一只嘞！你不要跟我讲说现在是有产生 bug 少一只哦。哦，在那边啦，嚣张哎！好，解决了。那这个要怎么办？按住一，进化毒藤。快！哇、哦，快点，快点，他们醒来了哦！结束。再来，三个的话还好啦。不要打我！还行。卡拿，你在哪里？哎、欸，我们的龙呢？还一个，就剩前面了，快点吸引他们的攻击，吸引他们的目光。我要先下来了。哇，没用，趁现在。不是你啦，为什么每次都要吸你啊？好，快点，先解决掉他们，不要再闹了，大，不要再乱吸了，乱吸没好处啊。结束了。呀！食尸鬼的巨兽，佐格的信徒一直在复活亡灵啊！但当这个亡灵复活时，吸引了食尸鬼的注意。好，我们要用，又要跟卡南联手去阻止他了。哇哦！任务奖励。哇，这走路好快啊！他摧毁食尸鬼众15个，这个还蛮轻松的啊，15只而已。嗯，我是打食尸鬼吗？食尸鬼众，我根本不知道食尸鬼众在哪里啊。有没有什么明显的根据之类的？啊，他讲的食尸鬼众，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一群一群的那样子啦。有没有？像这个算一群，这一群把它解决掉，啊，就算一个。那边也算一个，长出来了。你不要再乱跑啦，打下面那个，五个。任务奖励有点麻烦啊，太多了。哎、欸，又长出来了，六个。哎呦，刚夺的宝物哎、欸，表示想捡、嗯啊。可是我怎么没看到？刚夺的遗物不在这里吗？啊，怎么没有出现亮点？算了，到时候再回来拿好了。啊，这个超不明显的。
还有吗？这边八个。一路上就还蛮多的啊。九。那边就有一个了。十。十一。哎。赞哦！不要再来啦！快点，帮我掩护一下。OK， 这边算一个。好远哦，都一千多公尺哎。十三、十四，最后一个这边 ，Yeah baby， 爽！那边有一个五百多公尺的。这边多，这边比较麻烦。好的。再来，最后一个，好多钱哦！他动作真的超笨拙的。你有办法像绿巨人浩克这样子的敏捷吗？等一下，怎么了？怎么了，各位？卡南挂了，卡南已死，靠杯，又要重来了，不要啊，大大，不要再重来啦！我好不容易收集15个，可恶，我要速战速决，不管了，林北真要速战速决，累死了。哎、欸，他直接从那边开始啊、喔，哦。还蛮体贴的嘛，好，这我可以接受。但是卡南，你不要再乱跑了，卡南，你不要再死了，拜托。你这么大只，居然承受不了那些小喽啰对你造成的伤害，这样不太对吧？快点！直捣黄龙啊！直捣黄龙啊！我来啦！哎、欸，原来我可以吐这个、喔，我现在才发现哎、欸！哎、欸，好好玩哦、喔！
我都不知道我可以喷呢。早知如此，就喷了，何必当初？我们卡能快死了。卡拿，你不能死啊！快点拿一个刺来补血啊！Together， 快点快点快点，趁现在！哇靠，飞起来了！去死吧你！哦，结束。呀，终于，我的天哪、啊，大胜利！